宋太太，那个收银人不是你儿子。什么意思？他是把收银人丢到你们小撒，你夸奖清楚，你有礼貌啊你！怎么样，我也是个男的，要叫你要叫小王。我为这个家付出了那么多，我有错吗？我努力做个好太太、好妈妈。 保险金都不是我的，不要交他，整你把考虑一下，带你儿子去庙里面保佑，然后回家干台湾奇案，不然我就报警。林长，你刚刚一定是你先够用吧？爸教我的，是他们逼我的。爸走了再怎么样，我也算是你的继父。继，只是有一个小问题哦，我真的想了很久，一直都想不通。 那我爸有什么不会教？我也好想知道为什么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你能不能5万就好？知道10000年是多久吗？你看呐！ 都是假的。